意思了，你的心跳很快，你在害怕什么？第一次被女人摸，我当然紧张。 如果你不是那个人的话，你这个地方怎么会有一道疤？我不仅这儿有道疤，这儿也有，还有这儿。我们做保镖的身上有几个疤，很正常吧？来，你再摸摸这儿。